如果发生战争，拜登说会军事介入捍卫台湾，这是不是代表美国保证为台湾出兵？他讲这句话的效果，并不代表美国到时候一定会出兵。不过这句话的一定会刺激两岸关系，动机可能是要促进台海的关系更为紧张。 白宫却强调，一中政策不变。拜登的话到底能不能信？他是炮战，那时候台湾跟美国有建交，还有共同防御条约，他都没有出兵呢、现在没有建交，会出兵吗？要跟乌克兰一样吗？台湾难民要去哪里？他就是个岛，一个孤岛啊。 跑哪里？专家更分析，连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合作架构都把台湾给挡在门外，连经济联盟都不愿意，凭什么相信美国人会帮你送命？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美国应该带头来支持台湾加入 WHA 做观察员，你都不做，那你跟我们讲说将来你要派兵来保卫台湾，很难让我们相信嘛？印太经济什么同盟，美国跟我们的双边的贸易啊 BTA 啊，美国先帮我们这个先加入嘛，是很快可以做到，你都做不到啊，没有加入 CPTPP。 连刚成立的印太经济架构也被宣告收容排除在外，我都很想问蔡英文政府：我们来猪吃了，军火买了，预算过了，美国赤裸裸的对台湾展现真情。 告诉台湾进不了 IPEF， 如今真心换绝情。倘若台美关系真的像蔡政府说的那样好，那为何大到出兵协防台湾，小到加入国际组织，台湾除了坚若磐石四字，什么都没有？记者杨世旭、李一璇台北报道。 但帮大家科普一下，水神就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也不会伤害肌肤。所以母亲节要到了，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，赶快到快点购，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7，帮你把好康带回家。